特立肥巧克力出口全球46国。我们今天来到了平陆的龙山小寨村，然后先后这一片是咱们这个大叔的这个果园。大叔，这个苹果一共是种了有多少亩？5亩多点吧。种了5亩。啊，对。这个巧克力是用了多少啊？正好1年吧。这个果园的话，巧克力喂了有几次了？三次喂的。做三次喂的、啊。对。然后一共是用了1吨巧克力啊。就是今年咱这果这样看的话，质量还好啊哈。质量还可以，板块不？质量还可以。其实你这个果在周边来说的话，已经非常好的了。啊，虽然这个没有什么太大的毛病哈。啊，好的毛病没有。咱这个苹果这个头还算比较满意吧？哎呀，行，这80以上的果。我看咱这棵树，包括下面那些还没摘带的，基本都在80以上了。哎，对，拉近这头看一下这个质量。你看你这个苦豆啊，黑底啊。很少啊。啊，补钙了没有？啊，补钙肥了。这巧克力里面也有这些中共量啊，对这个苦豆病啊有一个抑制的一个效果呀、啊。你看这叶片，你现在这个时期这叶片，它是很厚实啊。你看这个头还好啊，啊，这表光，嗯，一点问题都没有啊。啊，你看这个头，这7至85，这得100了，得90以上了都。现在快看一下这些个头的表光啊，跟那拳头对比一下，个头是非常好。啊，一共是冲了3遍是吧？咱这个巧克力，我这都3遍。棵树的话，用了平均每次用了有多少？有2斤，一次的话，2斤多吧。这个巧克力接触了几年了？3年了。整体这个效果还是比较满意的吧？我这几年这我看也树也从毛上的啊，叶子也挺厚的。我看着了嘛，个头看着也行是吧？啊，可以啊。希望今年咱能够大卖吧。Cocoly.